崭新的金兔年拥有全新的前进，新朋友赶快来挖掘钻石与黄金。陈昌老师将带着您送上崭新见面礼，跟着我们即刻布局抢现金。现在加入超划算汇齐，让我们三月再起算，而且还要加送您股神养成班，即使是新手您也能够成为操盘手。如此绝佳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，即刻加入 LINE 群组小老鼠 HIH888，或拨打电话02-2542-9977，02-2542-9977。来到股海大丈夫，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永诚国际投顾陈建成分析师，建成老师好。陈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很快今天1月11号了，我们来到中视已经第七天了耶。对，回首在过去这七天，很多的好朋友看我们的节目真的是竖起大拇指哦。那如果说你看不过瘾的话，因为我们时间实在很有限，记得订阅我们的 YT 频道、YouTube 影音频道，红色框框扫起来。另外呢，老师其实我们在每天的盘中，老师你有接受连线，除我们在中视第十台的频道当中的节目之外，还包括老师的盘中连线。对，我们在有台有早上连线，盘中连线，那我们自己的 YT 记得订阅哦。你现在这个订进来，这就是我们 YT 是啊，因为 YT 非常精彩啊，因为我们在中视其实只有25分钟，再扣掉广告，真的是没什么。但是我们可以讲，但是 YT 畅所欲言呐、啊。对，好、哦，这今天的节目也，今天的 YT 也很精彩啊，真的非常精彩。对，而且都是提前做预告。这是 YT， 嗯哼。好，你看这个在10月28号，10月是不是非常血腥？腥风血雨啊，对不对？猎杀红色十月是有没有？可是十月我们非常淡定的跟你解国剧。我一定要请大家一定要看十月的每一集节目都很精彩，对，真的。我那时候跟你讲施耐特、欸、有没有？国剧并施耐特赫利士后面的利多在哪里？那个时候。国巨重新挂牌才330呢，对，330到500多，520了，对，有没有？很精彩、啊，一张200万，对，一张超过200万，嗯哼哼，都是在 YT 你都可以看得到。现在没有几个分析师敢带你做被动元件，但是就单单这一档国巨，嗯哼，对不对？老师非常精彩，十月就这两个月来一张200万。的幸福你都可以享受得到 ，YT 都可以看得到、哦。那我即使人在国外休假。嗯一样每天做直播，对不对？我一样每天帮你解盘，我连滑雪都可以再帮你解盘，还带着会员操作哟，是不是下单哦。你看看会员朋友那个时候12月29号，对，爱普励志，就是在滑雪的时候，坐空中缆车、啊、中间空档，然后手机拿起来快 发出去，真的有没有？12月29号谁敢买股票？对，就是、你不要看哦，你光看我这张缩图、嗯哼，我给你那天跟你讲什么样？大陆解封概念股。有没有？有亮点。智威订单到2024，哎，讲到这，我们来追一下智威好了，来看一下5263的智威啊，老师，这个智威其实也是老师一直以来看好的一档股票，5263的智威，那个时候就已经露馅儿喽。其实会员朋友已经布局卡位喽。那今天的智威，亲爱的好朋友又创高了，今天来到132.5，好，最高132.5，收130啊，那个时候才12出头吧。好，这短短的时间，这一档智威哦，真的是很，你看一下哈、哦，很磨人，对不对？很磨，对不对？会员都知道。很磨，问题是这一档智威，如果你去年整年亏钱的人有没有？嗯，报到现在半导体干嘛让你亏的话，你如果去年从去年年岁首到这个岁末报这个智威、嗯、这一档，你不会亏钱。5263智威到今天是创高的，你不会亏钱。嗯哼。对不对？嗯哼，那这也是露馅的。我想这档智威你有兴趣的一样 YT 有。我今天重点不再跟你讲智威、嗯哦、但是创高了会员、啊。这档智威呢，你也可以跟我们持续追踪。好，因为老师看好他的题材，你在 YT 频道当中，你都可以看到老师有讲到他有什么样的题材。对，我那个时候说，大陆工成熟制程，下一档三头斜照却相迎在这里，有没有？嗯哼，这是12月27的时候，在圣诞过后，12月27的时候。12月27不就正好半导体在这一波又杀一次，对不对？杀一次，嗯，这是夏日。老师，你家后院呢？对，您家豪宅后院。老师每个周末都会做美股解盘，解美股啊。每次收完盘之后，很少分析师礼拜六、礼拜天还给你解盘。假日解，可是为什么礼拜六、礼拜天你一定要知道？是因为美股每次美股礼拜五晚上就给你一个大跌。或是一个大涨，所以礼拜一的台股就影响到你的心情，跳空开低，嗯、或者跳空大涨，对不对、嗯？那你记不记得在疫情
2020年前，从两年前、啊，2020那个时候、啊，对不对？五、月那时候，我们台股5月12号盘中大跌1400点，就是因为隔个周末，对，周五猪羊变色，对，好不容易那个礼拜度过了，又来一个5月17号，我们一个周末确诊人数，台湾控制了一年，突然失控，变成三级警戒，那个时候，所以。我会在周末跟你做假日解盘分析，美股特别针对于美股的一个分析。我在我家或者怎么样，我如果出去，好像上个礼拜，对不对？我去开游艇，哦，我边开游艇，我边跟你解盘，有没有 ？OK， 好，您都可以去看，在 YT 频道都可以看得到哦。所以我的节目，如果你要持续追踪我，天天知道我现在对盘市的整个看法的话，还有对产业、对新闻的解读。昨天是不是跟你讲说美元？对，对不对？十月大家一路给你看。美元看涨说涨，我却那时候叫你怎么样换回台币，换回台币换得非常漂亮，好，来 YT 定起来，红色框框赶快定起来，红色框框扫起来，记得哦，因为手机拿起来随时看啊，那你在电视前面你就要每天准时等怎么样，我们的节目对3点半、但是手机拿起来你走到哪你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即使你泡桑温暖都可以拿起来看，而且重点是 YT 频道老师会讲更多更完整，包括心法包括操作，所以一定要记得订阅 YT 泡桑温暖啊，吃下午茶啦，或者你像我爸妈有没有一早有没有做圆机舞、那个圆机舞做完在凉亭休息，手机就可以拿起来看起來，而且朋友还大家一起看好不好OK， 陈爸陈妈朋友很多一起看，好，那今天我们的股票哎呦老师我们讲你不用期待涨停，我说真的，一个涨停明天就下来，那有什么用？涨不停更美好，对不对？与其涨停，不如怎么样？涨不停，涨不停，真的，真的生生不息，涨不停、啊。你从来大概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分析师说，对，老师我要讲这个精彩的，拜托他的股票不要涨停的。在过去11月哦，老师在节目公开之后，拜托不要涨停，拜托不要涨停，拜托不要涨停，这样子呢，会员朋友才能够赚更多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很妙，因为常常涨停被大家。一下子就发现了，关注了，你看一下就结束了。是，我宁可它怎么样？涨不停，闷闷的涨，闷闷的涨，爱爱内涵光，涨到怎么样？涨到95，飞龙在天，利剑大人，大家都知道的。我讲的是乾卦，易经的乾卦95，飞龙在天，利剑大人。你如果不相信，你去翻易经，你就乾卦的95是不是95爻？是不是飞龙在天，利剑大人？什么叫利剑大人？外资也来了。投信也在高档大买了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大家都来的时候，都来了，我丢给你，因为我们是那叫飞龙在天，然后95下一爻叫什么样？96，亢龙有悔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老师买是买在919，初九九二哦，所以你买你要跟我买在初九一初九嘛，九二初九嘛，哈，潜龙勿用，对不对？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。潜龙勿用，有机会我说连乾卦你都可以拿来做股票。只有本节目来怎么样用乾卦做票，你都可以怎么样获利无往不利的。这是老师的独门心法，这个是华人老祖宗的智慧，只是你不知道不懂得怎么用，因为我会用。对， okay， 好。所以老师，我们来，我们今天讲操作。呵呵，文茂、立志、爱普、文茂今天最高来到多少？又创高。文茂179，你也不是今天听我第一天讲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节目我今天拿出来都是有本有据，我是不是？前几天都跟你讲了，是今天的文茂最高来的了，179，186了，哦，186了，我的天哪，186，我看到之后啊，186.5，假拍谁啦？从107已经赚到186了，186.5，因为拉尾盘嘛，对，186，是，对不对？嗯哼，这一档文茂，我们前几天在跟你分享说，怎么样？山头斜照，你在十月的时候大摩踹你。对不对？10月26、10月28，你多会做。你想要11月有个高点，你没走，没走就没走啊，拉回就怎么样？拉回再买啊。就这一波上来，攻上来，好猛哦，好猛哦。上一波也不过攻到150，对不对？这一波拉回，怎么样？蛮牛，喝了再上186了。光这一个月，光是从元月到现在哦，这样子冲上来，来，亲爱的，好精彩。十月底你不敢买。就是最低点的107，十月底到现在多少？7%，107到现在7%呢、欸？真的好精彩、哦！你们不是觉得现在股市是不能做的吗？是不能碰的吗？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局都还有7%让你赚呢？因为买山头斜照，这是节奏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文茂，文茂，我们有会员分享见证、我可以给你看、我们之前我才贴给你看过嘛，对不对？是啊。
会员朋友那时候好开心哦，因为在十月底其实大家最害怕，而且重点是大摩还来降评，还来踹他。那在那个当下，老师一样黄金右脚举起来，稳茂107。我们当天盘中在录节目的时候，他就从107一路开始往上拉哦，这那天就是一根大红棒哦，紧接着开始没有低点了，从107到今天创新高。这个，就这个会员，好、哦，这廖先生，他在十月我解。稳茂的时候，因为大摩踹他降调降平嘛，我说每次大家降平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怎么办，你手上有被大摩降平的股票，你赶快来找我。嗯哼，他自己写的啊，他说上周二10月25日是最惨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对，趁着大跌捡了一张稳茂，捡、在115块，然后紧接着他说他捡了之后，结果28过没几天，10月28日、对，一早看到大摩发稳茂新闻，降平的新闻，想起老师说的踹落水狗，让我有如怎么样打了强心针，好可爱、哦。到现在怎么样还抱着，已经赚20%。他给这边贴文的时候是11月9日，这边有日期，礼拜三，这边十一月十号，那这个讯息在上面，所以是11月9日。对。所以10月25日他买进到11月上旬9日，对不对？十天咯，对不对？十天，对，20%了，20%，有没有看到？这就是节奏。对啊，问题通常跌你不敢买，你会被吓。为什么敢？因为你要懂这家公司，对不对？出来利空，你要懂啊，是不是？那再到现在嘞，你有没有看到他买多少？115，有没有？看我节目去买115。今天到186，他就是这个稳茂赚了之后怎么样，就直接来入会 了，因为老师怎么样、准到不行。对呀、那时候的稳茂谁敢买？看到降平大家都怕，甚至有人还砍在那个低点呢，是不是？就跟这一次啊，励志是不是被降平？是啊，有没有细粒跟励志同时被降平了？来，结果稳茂186，是，你看115到186，一张60%、恭喜60%的获利、有没有？好，只要你抱得住。如果让你抱两个月60%，好不好？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当然要、这种行情还是可以有60%、是啊。好，好，来，励志也是啊。今天的励志多少？今天到293了，有没有？一张60000的幸福。我在日本滑雪，我还是发讯息。对，234.5买进嘛，有，对不对？高一点238也有买、一张快60000。对啊，一张快60000的幸福。我们不是今天才讲励志吗？我想你每天看，你都知道，我都在讲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。光这一张跟你讲稳茂，你都可以验证啊。我下面标告诉你，励志打入辉达超微供应链，是有没有？好，来，励志，对不对？有，完了没？还没，还有，对不对？你说老师，你们都是涨了之后才说你有，我没有啦，我都拿扣讯出来做，都可以看，对不对？这不能作假啊，最好的赖怎么作假？是不是？有图有真相，就算赖可以作假，我的扣讯实实在在。你来我们公司直接拿我手机来调，我绝对让你看得到。来，有没有看到扣讯的实实在在的啊？对，10月29日啊，有没有？这一张我不是今天才弄，这张你去看我前年节目，我这张我就秀给你看了。是的，对不对？上礼拜大家都可以看得到。来，对不对？还有另外一个，有人买234.5，有人买238，这都是我清代班的啦。好，清代班的，好，来，实实在在的，来。一样，山头斜照。我们跟你讲，你要跟我山头斜照，却相迎，有没有？心法学起来，这叫什么呀？山头斜照，却相迎嘛，是啊，对不对？有低堪买，直需买。你们看到这种现形，你都怕了要死。偏偏我就敢带你去低阶，对，对不对？产业选股，你这样买，你才能够赚到大波段嘛。你老是要买在高点，你怎么会赚得到钱呢？你总是要去蹭热度，那你都是被别人割韭菜啊。对，你都被别人带着去怎么样？被主力割韭菜。可是我们是怎么样？买在右下角。主力你不要，很好啊。山头你丢我捡啊？为什么？我才能够享受主力回头认错，投信回头认错。风来了，帮我们抬轿。这样你懂了吗？节奏。你看励志是不是这几天投信开始回头？天天所以现在是谁帮谁抬轿？投信在帮我们抬轿、我们坐轿上，你觉得这样子爽不爽？舒服，很舒服啊！要不然你要帮投信抬轿吗？对不对？你抬得动吗？好，来，好啊！理由原因，我们上个礼拜老师都分析有没有？上礼拜都跟你分析了嘛？有，立志有一个 V code 的技术，我已经跟你讲过了。有，电源管理 IC， 对，电源管理 IC 归电源管理 IC， 台面上很多人都做电源管理 IC， 但是立志有一个高门独期。
独步的技术是它可以跟功率元件坐在同一颗 IC 上面，这叫 VCore。哦，这又为什么辉达跟超微要用它的技术？这是它的优势，这样你懂吗？买股票你要买有优势、有技术优势的，就跟台积电为什么可以一直接美国高通各大厂的大单？对，技术优势就是先进制程嘛，领先 Samsung 嘛，领先联电的差别嘛，嗯哼，对不对？懂。再来爱普，哇，有没有？今天到193哦。老师从我们第一天开始，一张一万的幸福。我这两天没有告诉你说不要追哦，有没有？嗯。现在不要追的，我会告诉你不要追。比如说联咏，对，上礼拜礼拜五我讲完联咏，联咏这三天都在休息了，对不对？嗯哼。那现在呢？立志跟艾普我都没跟你讲，它一天一天怎么样？持续奔驰，一天比一天高，持续奔驰，对不对？有两万，我就说哈，一档股票你可以赚两三万、三五万、五六万、十万、二十万，你不要只赚两千块，你不要只赚两千块买菜钱，你就沾沾自喜就很满足了。我讲这种话，也许你听得很不舒服。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说实话，我说真的，你的时间竟然用在这边了，对不对？时间用上了，当然要让你的获利极大化。没错，一档股票，好的股票，你可以好好跟我报一个波段，那就是几万块，一二十万，而不是就几千块。我说，如果你只是要短线赚个几千块，那从早到晚一大堆投顾节目可以让你看，但是你看了那么多功课，做那么多，你就只为了赚两三千块吗？那你的企图也不未免也太小了嘛。你可以值得拥有更多的幸福。对，再加上我们跟你强调什么呀？山头斜照，对不对？富贵稳中求。哎，今年老师还有富贵稳中求，我都告诉你稳中求，我还一张可以让你几万块、一二十万的价差。一短短的，那你还需要短线几千块去险中求吗？对不对？去追在右上角吗？当然不要嘛，对不对？记得跟老师山头斜照却相迎一张。所以你看这张爱普。两万，这一次拉回166进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到现在193两万六，两万七？对呀、啊 okay, 好幸福哈、哦！这个幸福你也值得拥有啊。同样的道理嘛，都是山头斜照。为什么有办法买在相对低点？我不保证跟你讲买最低、嗯，但是我们可以买在相对低。是，就刚就像刚刚那个廖先生他的文茂115、嗯、最低107108，他买在115相对低。100多块的股票，100出头股票，一张，6万、7万，对不对？很幸福啊！这样过不过瘾？当然，很幸福嘛！你也值得拥有这样的幸福、啊，还不用天天，而且你有没有发现，还不用天天追一堆节目，对呀、啊，还不用很担心买了之后，明天会不会被主力到货？对，对不对？就像你去追在200块的北极星，好，今天还有人问我这个神奇吗？什么鸡的鸡呀？我跟你讲，我几乎不做生技股的。生技老师很熟，但是老师现在不是操作它为主力，老师以科技电子趋势成长。你买生技股，你怕不怕？你去追200块北极星，一下就变100，你怕不怕？你很怕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老师主要从产业做选股，而且买对位置，山头斜照，然后我们趋势选股，节奏对了，你获利自然来了。好，我们上半段节目先跟你讲到这边。重点是这样的获利你也值得拥有，只要你愿意拿出你的行动力。广告中电话直接拨通，因为老师愿意拿出最大诚意，回馈给您超值的优惠，不论旧与不愿新知。当然，我相信我们忠实的新朋友啦，赶快进来，老师接下来帮你准备全新接棒的新股票都有机会。而且老师昨天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石头换钻石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您想要石头换钻石，加入我们的 Light 群组，绿色框框扫起来，或拨打电话，请服务人员给您更多适切的建议。广告上电话直接拨通喽。时间有限，更多精彩的内容记得订阅我们的 YT 频道，老师准备了非常多。今天呢、哦、今天有非常多精彩的内容，包括我们今天在 YT 我们讲了南亚科的法说，是你手上有低润记忆体、华邦电、旺宏、群联等等的、哦、我想我们今天 YT 你把它看进来，红色框框扫起来、哦、来，我们把整个南亚科的动态、低润后面的后市、哦、怎么操作我们也大概都讲了完整、哦、所以你要看完整的分析请你YT 订阅进来好不好？红色框框扫起来。我还讲了炒房这件事情，5000万，对不对？很重要。这是利多还利空？你手上有房子的，对不对？到底房地产跟股票的关系在哪里？一样。看进来。我今天的节目都有讲，好不好？YT 看进来哦。啊，关于台积电明天开法说，一样，我都在那边都有讲。那包括国安基金这一波护盘，我们跟国安基金几乎是同步。是。几乎是同步。还有人在笑，10月还在笑。国安的
感冒痰浆一点作用都没有，哎，有没有作用？事后就知道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嗯、好，你喜欢纯股就纯金融股的，嗯、我告诉你照样亏。好，我已经跟各位讲过，纯股不要去纯金融股。嗯哼，我给你们讲法都是颠覆你们在过去学的观念，嗯、对不对？股市不好，金融股照样跌，嗯、一样都要承担风险。你应该要去找，如果你是在十年前纯台积电的，你是赚六倍。嗯、是。2008年的台积电只有38块，跟国泰金一样。一样啊。同样，你跑去报，继续报你的国泰金，报了十年。到现在。如果你是100张的国泰金，不就300多万？嗯、但是如果你报了十年、嗯，到现在还是。你300多万乘以20倍，因为到了600多块。对不对？台积电哦，是台积电。你的国泰金到现在还是一样。对。但台积电涨了20倍。但你的台积电，如果你换成台积电，那是300多万跟6000-7000万的差距，这样你懂了没有？差很大。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要告诉你，狸猫换太子，石头换钻石，石头换钻石很重要，你懂吗？懂。好，来，最坏的年代就是最好的年代，对不对？去年10年你要在严冬布局，人家不布局，你来布局，你才能够享受春暖花开。能够丰收时候的丰收的时候，对，懂吗？嗯、你不要等库存消化完、嗯，那时候股票都飙上去了。现在我才告诉你，严冬布局，你才能够怎么样？春暖花开，直接收割，丰收、哦、不是春暖花开才来布局，节奏就不对了，帮人家抬轿了、嗯，好吗？懂。好、哦，这一个唐太宗魏征死掉，他送他的、嗯、这一首，对不对？他写了以铜为镜。正衣冠，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知得失。别人的血泪史，你要引以为戒，不要自己再重蹈覆辙，好吗？好，我这两天跟你讲，很重要，知心要放对地方，狸猫换太子，对不对？昨天是不是跟你讲讲这一些？所以每次股灾，你就是怎么样，好好练功，华丽转身到。有竞争力的公司，未来的趋势，所以我才告诉你嘛，我们台股的竞争力就是在半导体，为半导体，无其批发所任意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今年选股方向，元宇宙、IoT、电动车、AI、高速传输，你要不要来跟我操作这几档？这几档今年做下去，绝对就可以让你怎么样？大丰收，大丰收，现在布局，接下来准备台积电、特斯拉概念股。新标的老师准备好了，对不对？想跟老师还有先进制程，嗯哼，哦，嗯，再来，嘿，这个游艇股一样，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好，接下来新标的老师都准备好，还有很重要的，你想要跟着老师石头换钻石，不知道怎么换，你想要请老师帮你换，没问题，广告中电话直接拨通。还有我们中视所有的新朋友们，老师也给您崭新见面礼，有多优惠？待会广告中电话直接拨通，和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请教，老师直接给您会期三月再起算。电话待会记得广告中的拨号直接拨通喽。再次，观念只有一个，对，提醒大家。石头换钻石很重要。石头换钻石。刚刚国泰金跟台积电的例子就是最好的例证了。好朋友们，记得，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换，你想请老师帮帮你，广告中电话直接拨通。再次感谢陈建成分析师和好朋友做的分享，感谢建成老师。谢谢甜心，让我股海大丈夫陈建成带你富贵稳中求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